主耶稣，我们渴
我们来就是为了敬拜你，我们来就是为了爱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每个人满满的信心，满满的能力，因着你的爱，哦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的爱真的是永不止息的爱，没任何的事物能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的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是一群蒙恩蒙福的人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的力量是从你而来的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清晨，哦主啊，你打开天窗，将这样的力量，将这样数天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而改变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着你，我们真的是会飞别过去，让我们真的是，哦主啊，因着你，哦我们真的是满有盼望，满有哦主啊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挥发出来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的家庭也因着你被改变，因着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把这样子的哦主啊，真的是永不止息的爱，真的不停的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主耶稣，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，求告你的名的人，都是有福的人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每一天绿叶都要思想你的恩典，思想你的哦主啊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。主耶稣，世界哦一切都要废去，唯有你的话语是长存的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不停的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让活水的江河从我们腹中哦涌流出来。主耶稣，改变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深的与你连接在一起，更深的与你靠近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天天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稣，我们放下一切，抛开一切的烦恼重担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唯有眼目单单仰望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每一天我们都要享受在你无尽丰盛的恩典中，你的慈爱真的是高过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的怜悯真的是哦主啊超乎海洋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认罪悔改。主耶稣，帮助我们哦，圣灵的宝血哦主啊大大的洁净我们，更新我们，翻转我们，塑造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真的活出你的样子，让我们成为你尊贵的器皿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愿意为你的那美好的圣战。主耶稣，带领我们复兴我们的成长哦主啊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哦主啊，改变我们的家庭哦，改变我们的教会，带来更多更多思想灵魂的人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你的救恩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把这样美好的福音哦权柄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哦传你那美好的福音，把福音传到了哦主啊各地去哦，工作职场中去。主耶稣，我们真的要成为你的精兵。主耶稣，谢谢你阿爸天父，谢谢你，你的灵就大大的充满在这里。主啊，凡有哦主啊软弱的，你要加添他力量；疲乏的，你赐福他。哦主啊，真的是哦改变他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有病的你让他得医治。主耶稣，你让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就要得着释放，得着自由，因为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就是平安喜乐。主啊，把平安喜乐哦主啊赐下每一个儿女。主耶稣，用我凡我们寻求你的人，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寻求的哦主啊，真的是就得着，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哦叩门的就开门。你给我们的每个人的应许真的是永不落空的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把这样的应许哦，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真的因信哦主啊而称义，因信看见主般的恩典。主耶稣，真的是信是未曾看见的，信是完成交托的。我们每个人，当我们完成交托给你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你就赐福我们每一个人，给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是蒙福的道路。主耶稣，我们一生愿意走在你，跟随着你，紧紧的跟随着你，让我们的脚中不偏行己路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让我们真的是哦靠着你的旨意而行，而你的旨意真的是要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以色列的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，凡有口的都要来赞美你。天上地上地地上沧海里所有的主啊，都要来赞美你，都要来颂赞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创造万有。主耶稣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是属于你
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蛮有能力的，我们在你面前是健康的，是喜乐的，是平安的。主耶稣谢谢你，哦，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，世人也不，世界也不能夺取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是属于你，单单仰望你。主耶稣帮助我们塑造我们更像你，更像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主耶稣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，使他每一天都享受在你的慈爱当中，享受在你无尽的恩典当中。因为主，你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你就是我们的道路，你就是真理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主耶稣，我们一生的年岁在你里面，我们有了你，我们还要什么呢？虽然我们心在世界当中，哦，主啊，但我们每一天思想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的。主耶稣，我相信你必看顾，哦，我们每一个凡求告你名的人。主耶稣，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的这样的祷告，哦，主啊，呼求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的时候，主，你必垂听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必应允我们每一个人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只有一颗单纯的心仰望你，不论环境如何，哦，不论高山低谷，我们眼目单单仰望你。主耶稣，我们真的是有一颗顺服的心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必蒙福。这是你的应许，圣经的话语的应许永不落空，天地废去，你的话语永远长存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靠着你的话语，哦，你变作他的盾牌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金金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家庭，保守我们的牧者。哦，主耶稣，赐福他们，哈利路亚。相信清晨，哦，你在这里，你的同在在这里。相信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是得以满足的。哈利路亚，天父上帝，引领我们的脚步，带领我们。哦，你的真的平安是从绿处之地到绿落之处都赐福我们每个人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谢谢阿爸天父，愿一切荣耀、尊贵、权柄都归于宝座上的羔羊。哦，平安归于你地上你所稀有的儿女。主耶稣，孩子这样子感恩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耶稣，亲爱的阿爸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使我们儿女一天一天平安过去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找到新弟姐妹在殿中，主啊，都按内心的说，都按心心的给你讲话。主啊，你是我内心的阿爸父。主耶稣啊，每个祷告不一样，你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礼拜天那天，前两天，像一首诗说，耶稣，主啊，我从小没有爸爸，我就是没有看见我内世界的爸爸。主啊，你是我内心的爸爸。主啊，他叫他牵了耶稣。主啊，我真的眼泪竟流出来，内心爸爸是安慰我们。主啊，无论遇到什么环境，我们叫你跪下去给你说，你就安慰我们。亲爱的主啊，世间的爸爸是看外面。主啊，我们每时每刻都求你，求你啊，你圣灵与我同在。我虽然没办法走上来，我有时间了都看师母的视频，我经常看。主啊，我对不起你，真的，如果来到这里唱诗祷告跟你讲话，心里非常的快乐。主耶稣，主耶稣啊，除你以外没有人给我们内心的说话，除你地上以外没有人看我们内心的痛苦。亲爱的主，亲爱的主啊，你说一个人信子就是全家母后，为什么家的人还没有完全，我们帮他祷告，有遇难事情你都听我们，这个就是母后。你圣经说一个人信子
没有得救成家。主啊，你说谁相信谁得救，这个是真的事实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你说你们儿女们要常常喜乐，圣经也写就是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要忧愁，不要烦恼，凡事都是空的。主啊，钱财那么多，房子那么多，你失去的灵魂有什么意义？主耶稣啊，你是圣经的说，我也不知道写哪一篇，我是你感动我讲。主耶稣啊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知道你在这里圣殿中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，都爱一起。主啊，也不容易，你在哪里爱就在哪里。主啊，主啊，你说前面的道路好多，前面的道路最终就是两条，你就说你看你走哪一条。主啊，我们儿女们当然就走生命的路，就走生命的树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每家儿女有办法，每家每家带到你面前，成道礼拜。主啊，你不断的增加人，有办法填满这个座位。主啊，这个树大大的荣耀你。主啊，主啊，你说你们要靠信心，要全心全意跟主。主啊，有的姐妹祷告那么好，我真的挺羡慕她。主啊，我说我没有读书，也不懂国语，你原谅我。主啊，你也圣灵保守她祷告，也圣灵与她同在祷告。靠你没有能力，靠你没有力量，看你要跌倒，看你要软弱，我们要靠信心，靠信心。你说靠信心祷告，你就感动说奉耶稣的名，你要说吧，就是了。主，主啊，我每天每时每刻都想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主啊，你充满这里活水的圣教会，不断的增加，也保守牧师师母。主啊，你保守他每天每天从你话都是你灵力圣灵感动他，兄弟姐妹听了就感动。亲爱的主啊，哈利路亚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保守这里教会增加，保守传道增加。主啊，你与兄弟姐妹同在，早一点起来，真的呀，早做啊，每天是一天非常的喜乐，非常快乐。主啊，这个是安慰心的说，书卷啊，忙也不完，赚也不完。主啊，钱财那么多，你如果把我灵魂烧走，我们一分带都不走。亲爱的主，那么多儿女不信，你钱财给他也是空的。主啊，真的世间都是会空会空，凡事都得空，就是爱做不落空，生做不落空啊。主，主啊，我们今年六十几岁，你有一首诗说，一年365天，数年3650天，如果100年36500天，你说你想一想算一算还有多少天。这个是真的做，我什么都不烦恼，什么都不忧愁，三个儿女都交托给你，我就是求你什么时候三个儿女丈夫有办法带到你面前参加，我就可以了。每天过一天就过，
信心，相信你得胜的生活。亲爱的主啊，主啊，我虽然求那么没有那么多，你都听我们罪人、罪人、罪君的、最亏的祷告。主啊，还有病的兄弟姐妹，无奈在世界上，病床无奈在家里，无奈在医院里，大病小病。主啊，你都赦免一一他罪。主啊，你医治他，他就帮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亲爱的主啊，还有那么多迷信，主啊，你圣灵也保守他，也是你儿女，不过他不听话，还没有接受你，你也原谅他，你圣灵感动，动工他，军令撒下去，他也慢慢的引到这里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呀、啊，你都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我虽然求有错，你赦免我罪，如果我求不够，你在父右边帮我代祷代求。主啊，你说忘记昨天，抓住今天，交托明天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听神的福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。诗篇第十三章第三节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请你看顾我，容于我，使我的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沦之时，免得我沉睡之时。主啊，谢谢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神是看顾我们的，神是会让我们的眼目光明，神的圣灵会充满我们的眼睛，不管我们在黑夜里无路可走，也不管我们在旷野中见道路，也不管我们在沙漠中战争渴，我们都不会沉睡之时的，我们都不会在环境中被打倒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，请你用你的灵充满我们，请你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让我们感觉没有力气的时候，让我们感觉失望灰心的时候，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重新得力，重新得起勇敢的心志，来耐心忍耐去完成神的旨意。神一定会保守赐福给我们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，请你赐福保守我们的骨髓得胜教会，让更多更多更多的人也目光明去信靠主。感谢赞美主，也请你祝福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以至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亲人和朋友，保守我们的地球平安平安再平安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主，阿们。耶稣赞美你，谢谢主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你主啊，主啊，清晨主啊，就把孩子又带到主你的殿中，主啊，是主你叫醒的孩子，所以说孩子在这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在此时此刻，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儿女都完全恭敬交托，仰望在主你的手上。主啊，你加添我们的心力能力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也加添我们主啊爱主的热心，主啊，让我们的
的弟兄姐妹们家庭啊，都被主你给得着。主啊，你来使用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都在主你里面能够刚强起来啊。主啊，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在主里面被调旺起来。主啊，家庭我们成道的弟兄姐妹的信心也是主啊，成道能够复兴起来。愿主你保守看顾这里，愿主的荣耀继续在这里光照啊。主啊，带领我们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是奉主你的名啊。主啊，在这里啊，主啊，你的名啊，主啊，是大而可畏的名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的仇敌在我们面前始终是要败落的。主耶稣，谢谢主。主啊，我们要高举你十架的旌旗啊。主啊，我们要跟随主你的脚步走。那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庭啊，主啊，全然都会被复兴起来。我们都会在主你里面啊，主啊，不断的战胜一切黑暗的权势啊。主啊，是一切黑暗的权势看见我们啊，就要羞愧逃跑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不靠别人，我们不靠势力，主啊，我们依靠主你，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主你而来，我们的盼望是从主你而来。主啊，你做了我们坚固的磐石，主啊，你做了我们的拯救，你做了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依靠主你，我们便不致动摇。主耶稣，我们的信心啊，主啊，是主你把我们的信心坚固起来的。主啊，也是主你把我们主啊从恐惧害怕中拯救了出来。主耶稣，赞美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主你，我们主啊，我们变得帮助，我们呼求主你。主啊，你便应允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啊，主啊，必然被全部翻转。主耶稣，谢谢主，愿主你赐给我们一颗爱主的热心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归向主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主你给使用。主啊，你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全心全人，让我们全心全人都能够主啊，真的主啊，到主你面前来，主啊，能够做美善的啊，主啊，在你面前啊，主啊，能够做合乎主心意的事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是尝到主恩滋味的孩子，主啊，知道你的美善，主啊，是在坎坷的道路上啊，有你的同在，在风雨当中有你陪我们度过。主耶稣，我们一生就要回馈主你的爱，因为主你的爱，主啊，主啊，继续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是在你的爱中啊，主啊，得释放的孩子，是在你的真理中得自由的孩子。主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继续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也保守看顾我们啊，主啊，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牧师师母，使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健康强壮起来。主啊，使我们的脚步都能够扎根在主你里面，更加的稳妥不致偏离。主耶稣，谢谢主。主啊，主耶稣也兴起我们的活水得胜教会。主啊，是得胜的主啊，使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添。主啊，愿黄油尔的从这里经过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主啊，都能够到这里来主啊，来享受活水的泉源，远不孤单。主主你来帮助，主啊，也继续把我们在大陆的哥哥姐姐亲戚朋友们都要交托仰望主。主啊，他们的灵魂，主啊，你怜悯他们，使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，使他们能够知道你是这世上唯一的真神活神。主啊，使他们的心不再刚硬。主啊，使他们的心，主啊，能够主啊，来回转，能够来归向主。主啊，他们是听到了知道主啊主啊是这世上有主你，但是他们说主啊，主耶稣，他们都说哎，信哪一位神都是一样的。主啊，不一样，主耶稣真的不一样。我有你是真神，你是活神。主啊，也是能够把我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神，也是把我们使我们灵魂苏醒的神。愿主你来帮助，主耶稣帮助怜悯他们主啊，也怜悯这世上没有得救的人。主啊，愿主你他们使他们的灵魂都能够归向主你。主啊，主啊，救恩主啊，是从以色列出来的，愿主你来帮助，愿主你的救恩继续主啊，主啊，传扬的世界各地边边角角。主啊，主啊，愿主啊，万国万民都能够来归向主你。主耶稣，愿主你来帮助。主耶稣，谢谢主。主啊，也继续把在病床中的主啊，在老人院的主啊，是主啊，精神忧虑的、肉体软弱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都交给主。愿主你怜悯他们，
他们真的很辛苦啊，主啊，是主耶稣你，因为主你使他们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被恶辖制的主啊，你要砍断一切的恶啊，主啊，在困难中的主啊，你要把他们拯救出来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使他们的灵魂啊，主都被主你给得着，主啊，不给魔鬼撒旦使用，主啊，使那些精神忧虑的人啊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是主啊，能够到教会里面来啊，主啊，能够聆听主你的话，在你的话语当中，主啊，完全得释放。得自由，主啊，病床中的、老人院中的，主啊，也都能够从病床上起来，从老人院中出来啊！主耶稣，主啊，使我们的教会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能够更加的人数，更加的增添，使他们的信心啊，主啊，心灵的创伤都在主你里面得安慰、得满足。主耶稣，孩子感谢，孩子赞美主，谢谢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啊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主啊，是主你啊，主啊，给用经文来做了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盾牌，主啊，也是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有力量，主耶稣，谢谢主，主啊，是主你把我们弟兄姊妹从卑微当中能够提升起来，使我们能够抬头，能够啊勇敢的向前走，能够定睛在主你的面前啊，主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你做我们的帮助，主啊，真的你的话在经卷上已经都记载了，主啊，你来就是要来拯救我们，就来拯救我们灵性痛悔的人，主啊，你就是要是啊，主啊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看见。啊，主啊，啊，主耶稣，主耶稣被压制的得自由，主啊，你使我们身心灵都得释放，得自由，得健康。主耶稣，孩子感谢，孩子赞美主，谢谢主耶稣你的帮助，谢谢主你的带领。主耶稣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保守看顾啊，主耶稣。啊，主啊，也愿主你继续保守看顾孩子，啊，使孩子的祷告有信心、有力量，啊，不软弱。主耶稣赞美你，你断开孩子，啊，主啊，成倒了一切的搅扰，啊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愿主你亲自来坚固孩子，让孩子在啊在。啊，在祷告中更多的经历主你的同在，享受主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愿主你的恩典啊，主啊，不断的运行啊，主啊，让孩子能够从孩子的肚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，主啊，成为啊祝福的管道啊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也托住孩子的侍奉，主啊，使孩子的侍奉真的啊，主啊，主啊。不被拦阻，主耶稣，孩子的侍奉啊，主啊，有力量，主啊，能够带着你的权柄，带着你的爱，带着你的能力啊，主啊，带着你的话语啊，主啊，做这探访的工作啊，这施工，主啊，使孩子在探访中能够主啊，更加的主啊，增添加添孩子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在你里面的信心和力量，愿主你做孩子随时的帮助，给孩子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，主耶稣，让孩子能够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孩子，愿主你来帮助孩子，主耶稣，谢谢主，主啊，继续把这灵仰望在主你的手上，主啊，愿主你继续使这灵能够做更多合乎主心意的事，使这灵的信心在主你里面被坚固起来啊，主啊，使这灵啊，主啊，能够继续的刚强。壮大，主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这灵。主耶稣，你已经把权柄赐给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就要应允主你的权柄，我们就要靠主你的名，我们就要靠主你的话来做得刚强得胜的孩子。愿主你使这灵啊，主啊，不断的主啊被坚固起来。主耶稣，谢谢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继续保守看顾啊，主啊，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今天的工作、学业、出入的平安啊，主啊，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上。我们有主你的同在，我们一天主啊，主啊，就啊，主啊，都不会疲乏，也不会困倦。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平坦的，我们的一生都是平坦的。主耶稣，谢谢主，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就是要来赞美你，就是来歌颂你。主啊，今天在这里的祷告，你垂听我们每一位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听到一个姐妹就是将我们的生命，为我们的生命祷告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你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，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，我们的生命是要来敬拜你，我们的生命是要来赞美你，我要一心倾向你。
在你的秋神当中，我们要来哈利路亚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神慈来的称颂你的圣名，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。关于你所应许的，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祷告，你都应许我们，是关于我们所想所求的。主啊，我们呼求你的意志，你就应允了我，鼓励我，所以我的心就有能力了，我的心就向你呼求了，我的心是交给你了。主耶和华，地上的君王都要来称谢你，因为他们听见你的口中的话语，他们就是要哈利路亚敬畏你，都是来听从你的话。主耶和华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可畏的，我们数算不尽的。耶和华，你大有荣耀就在这里，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殿中，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每一个祷告的人的生命中。主耶和华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看顾低眉的人，且有哈利路亚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。主耶和华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虽然在万难中，你必将我救活。我的敌人哈利路亚发怒的时候，你必伸手抵挡他们，帮助我们，用你的右手哈利路亚拯救我们。主耶和华，我们的生命真是何等的美好。耶和华，你成就关乎我们所祷告的一切的事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离弃我们在家里每一个你手所造的每一个孩子们，让我们真是在你的手中，真是何等的美好。我们真是你手中的杰作，是你哈利说我们的生命能够尽归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耶和华，你已经查看我们的心肠肺腑，我们知道你是应许我们的神。耶和华，我们知道我们坐下，我们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主耶和华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知道